今天猫熊说竞技给大家分析詹姆斯的有趣一幕。此前一场比赛中，洛杉矶湖人对阵圣安东尼奥马刺，经过全场比赛激烈争夺，湖人凭借整体实力优势最终109-103击败马刺，新赛季开赛双杀对手。所以詹姆斯砍下26分11篮板10助攻，效率值正18。此外，比赛后他学猪叫的搞笑一幕引发广大球迷热议。比赛结束后，湖人队依照惯例接受各家媒体采访，浓眉哥在回答各记者问题时，有趣一幕发生了。另一边的詹姆斯突然做起鬼脸，并大声学猪叫。看到扰赞如此搞笑的举动，浓眉哥笑得合不拢嘴。The last two dead. 看后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这是36岁的人该干的事儿吗？”哈哈。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。